紧接着我们来欢迎吴秀文为我们演唱一首坚强的乌蝶，来坚强乌蝶，大家掌声鼓励，把声给吹落去。好，现场的嘉宾大家午安。现在哦，在杰米老师这里哦，哎，现在也是强棒出几年哦，没有了，还在学，现在出第二首歌，刚录制完，又在出第二首歌曲了。国语歌《真心祝福你》，我6号会再来，对，很棒，我的歌，对，《真心祝福你》，非常谢谢你，再来打歌，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